给力，加贼。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慢请会拍破的，我还没讲话就好，还得拍破。来，我来问各位，我问你，你哪里学一工啊？上过我这节课。你若要讲你什么人，我甲你请问讲你什么人？你要安怎讲？台湾人，台湾人是本人，还佫有无？本土台湾人，还有无？日本人，日本台湾人，我甲你讲吼，你若讲台湾人吼，台湾人，即、這个台湾两字是一个地理名词，尔尔啦，你袂当来代表讲你甚物人啦。一定要有头前要有一个国家嘛，你台湾还阁毋是国家嘛，即就是安怎？美国的地方法院甲你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你本土台湾人到今日为止。要跟你外讲，啊，我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是什么意思？什么人听有？因为台湾人的意思是一个代表的地理名词尔。啊，严格讲起来，咱拢袂记得以前咱什么人。咱前以前是大日本，莫讲帝国，就讲大日本国的台湾人。敢若你是，你若问东京人，伊会甲你讲啥？我是日本人，啊，无就讲我是日本东京人。啊，咱知影讲，伊、欸、这個、人就是日本人。但你讲讲我是台湾人，一般来讲听无啦。尤其是现时台湾的这个法律的地位啊，已经叫毁去啊。所以人会想讲，啊，你是不是中国人？所以即摆是美国一直咧甲咱斗相共讲，你这台湾人爱家己爱争取，但台湾人无多争取，是安怎无多争取？原因是发生伫拄啊战败时，1945年的8月15日投降的时阵。落尾啊，即、這個、台湾地位还未决定的时阵啊，麦克阿瑟伫1950年6月25日爆发反战，啊，特别为麦克迄个杜鲁门啊，叫伊讲李伟，即、這个做东京飞来台湾，迄当然蒋介石，你会记得吼？迄当蒋介石出现迎接麦克阿瑟时阵，伊穿什么衫？军服，五六千的军服，是安怎？伫迄个时阵呢，麦克阿瑟甲迄、那个。这蒋介石的见面是安怎奈？蒋介石要穿着军服，因为1950年的时阵呐、啊，他别讲，伊并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呢。伊老早伫1949年已经下野呢，下野就是什么？公司内底总经诶，这个董事长已经讲，我不爱做啊，我要落任啊，我退休啊，我落任啊。啊，你落任，你来当前的军服，这是因为无以前军服是正确的。军服是因为啥？因为伫1945年的9月初二啊，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内底有讲，你蒋介石不是中华民国，蒋介石这个集团去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啊，这个日本投降，这个投降两个字啊，伫战争法内底啊，没有代表任何意义。基本上投降迄天啊签落去，安尼是咪叫做终战 ？No。不是叫终战，因为签入去投降书签入去，还有可能战争。苏联就安尼啊，苏联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日本人投降的时阵啊，伊照常，还阁是咧拍伊的北方四岛，迄无代表战争结束，干来当讲是停战，但是不是终战？什么时阵终战？就是和平条约签落去，安尼是叫终战吗 ？No， 和平条约签落去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安尼叫做终战。安尼终战台湾的关系安怎？还在占领？什么是这款的占领？叫啥？友善时期的占领。因为台湾的地位，美国还未甲你解决。美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主要占领全国，所以这个所在美国还未决定讲，我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对这个台湾土地免来处理。本来伊是会当真正来处理，但是台湾人很奇怪，在1950年12月，当麦克阿瑟来台湾的时阵，蒋介石安排黄兆琴代表省议会议长来甲伊见面。
见面的时候，黄天明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美国团讲起啊，照道理来讲，伊要甲你帮忙是讲你是本土台湾人，你是日本台湾人，你是战败国，我要甲你帮忙。啊，因为即摆都颠倒头变中国人，啊，中国人讲战胜啊，啊，所以台湾人变做本来是战败国，啊，变做战胜国，回去。啊！大家那么爱做战胜国，上面要战做战败国，但是咱错误去啊！迄个时阵，因为你无要承认讲你是战败，你要讲你是战胜，啊！要伫日本人的身躯顶得到好处，什么人有真侪所谓的台湾独派啊、独立派啊，伫日本啊占到便宜，所以即马讲会出来，遐反对的、遐赞成台湾独立的一寡人，我卖点名，你家己心内应该有数。有一个真有名是查某的真老啊，他们白费啊！恁就知影我伫讲啥啊？有真侪人伫迄个时阵啊，以战胜国的姿态，伫日本啊占真侪土地、真侪厝，啊，落尾就好起来。但这人是用战胜国的心态去伫日本，其实讲较白，日本天皇自从1945年4月7日实施日本宪法。以后啊，这块土地本来是一个殖民地，已经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有一个过程呢。所以1937年，日本帝国宣布讲台湾实施皇民化。啊，这有什么理由？本来北海道这个所在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啊，北海道是殖民地，啊，但咱今摆拢知影讲，北海道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啊，当时是殖民地哦，是安那？因为北海道是爱奴族少数民族爱奴族的所在，所以日本天皇伫这个北海道实施皇民化，让改姓名，让因迄个北海道的人来学习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然后宪法伫这个北海道实施，啊，然后就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挂在内底。所以今日日本。就等于有四粒岛，上界大个。啊，其实日本的领土，你敢看，为北方四岛：北海道、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啊，过来下骹就独岛，啊，过来就是琉球群岛，包括尖阁群岛、台湾、平遥、加南沙群岛，叫做新南群岛。这几个地迄个岛啊，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哎，有一张图哈，你去拿，在那个总理办公室，哎，迄个内底有一张，以前哈，日本大帝国的时阵呐，有一张图，我会当给各位看，啊，你也看，这有啊，这红色的部分你有看哈，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啊。咱今日来伫这里受训，咱拢知影，占领袂当移转主权，所以袂当移转主权，所以大日本帝国这土地拢袂当挂给人，袂使，绝对不可以，因为挂给人就是。违反战争法，违反国际法。即摆你也看吼，自从咱去过美国以后啊，本来是这个世界吼，即个国家无人伫讲国际法嘞。咱家己开始讲伊啊，即摆希拉里讲，奥巴马嘛讲，日本的首相野田嘛讲，印度的首相嘛讲，差不多全世界差不多拢讲要解决即个问题，爱用国际法来解决。今日大日本帝国。到今日为止，伊只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咱是要求你照国际法来。啊，但是因为日本捌发动战争，日本大帝国发动战争，伊发动战争以后，对这个日本天皇，虽然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对日本天皇改做处分，无甲处罚，但是呢，美国即同盟国嘛，惊讲。哦，啊！那日本帝国吼，佫爬起来。迄当阵的日本帝国是一全世界内底一流的国家。因为美国它是算二流还是三流国家尔呢？但是呢，因为战败要爱受到处分，啊，所以这个处分，这就是战争法内底有讲，你战败去防占领的土地，而且老百姓家己爱造爱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英语叫做 civil government。啊，西伯干们一定要占领者，要主动去给伊协助。啊，你会当敬啊，敬啥？讲我喜欢这个西伯干们，我喜欢这个民政府，我喜欢那个民政府。伊拉克去予英甲美国占领的时阵，
成立二十几个伊拉克民政府。啊，二十几个变啦，美国才承认一个。啊，迄个，伊是安那承认？美国老早就伫即个华盛顿 D.C. 设一个伊拉克民政府，占领以后，伊将即个美国的华盛顿来即设的迄个伊拉克民政府，改迁登的伊拉克，当时将政权来行伊，安尼即个伊拉克才会当变作来统治即卖现主席的伊拉克。台湾民政府迄个时阵也爱安尼做，但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流亡以后来台湾，甚至因利用各种方法，这个各种方法包括啥？你看他以前这个蒋宋美龄啊，是美国人，生了也未歹，啊，足好讲英文呢。啊，听说啦，这听说卖讲啦，伊甲美国的真侪参议员拢真好，伊用伊的美人计啊，和这些美国的这些参议员，感觉讲我们要去主动帮忙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所以唔只系想讲，要让这个中华民国伫这个台湾要让伊生根。本来美国讲，我甲过了啊，美国讲，阮本来是要骗台湾人一百年，但是无想讲命运啊，六十年啊，咱发现。所以呢，伊讲哦，恁原来但黄朝琴甲阮美国讲，讲恁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 sorry 不对，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本土台湾人，所以。你告法院的时阵呢，头一件，美国法院就先甲我问，你讲的本土台湾人是啥物啊？叫做本土台湾人。各位，本土台湾人，咱伫公民权利法案刚刚真清楚。1945年九月初二签投降书迄阵，生伫即块土地的人含伊的后代，这叫做本土台湾人。那本土台湾人，那英语讲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就不敢看呢。各位，美国人真好用迄个语言，但是中国人嘛足好用的呢。中国人安怎用？你知影因中国人这个书法，你绝对唔能够相信。你若有钱判你死，啊无钱判你死，啊安怎甲你骗？真简单啊，以前拢骑马对唔对？骑马去弄死人。你若有钱判你无代志，啊若无钱甲你判你死刑，啊伊要哪甲你判？判决书用写呀，伊若要判你，你若无钱，改乌西啊！伊改你讲，驰马伤人，驰就是造，驰一个马啊，也驰马伤人。你骑马弄死人嘛，驰马伤人，对不对？啊，但是伊若讲要救你，你红包送来有够，伊改你讲啥？马驰伤人，改一字尔。马走起来去伤着人，啊，人他们无罪嘛。所以你看吼。中华民国虽然讲迄个书法，咱无爱滴，迄个书法咱无爱甲相信，就是因为它是因人而可以改变伊个法律，到今日为止拢赶快拢无变啊。所以呢，咱无爱这个政权原因呢，啊那无照道理来讲，伊若讲中华民国对咱拢真好，为头开尾照起工来，我们也许会去接受，但是无呢，伊将咱台湾人一生就甲咱台湾人当作奴隶，当作佣人。啊，我这嘛有例好谈，讲给你听呢。黑蚂蚁甲红蚂蚁，这生物界内底的迄个现象呢，这真真正正有诶，毋是无呢。红蚂蚁每年的六月甲七月，红蚂蚁是一种狗仔吼，啊足歹，啊足残忍诶，啊足贫惰诶。物件囥喺伊个嘴，伊也无要食，都爱有一个仆人呐，甲伊饲，伊才要食。你若有机会，你去上网去甲看 ，Google 你就知影红蚂蚁、黑蚂蚁。这是事实的代志哦。每年六月七月，红蚂蚁一群人啊，入去迄个黑蚂蚁的洞穴啊，将黑蚂蚁弄个杀死。杀死了安那，伊将这个黑蚂蚁的身躯顶的味啊，抹到伊的身躯顶，抹到规身躯甲抹嘞。啊，刷落去，红蚂蚁将这个黑蚂蚁的卵啊、蛹啊、加嘞，入去伊的洞穴内底。啊，变偌久，这个黑蚂蚁的洞穴内底，这个黑蚂蚁蛹啊呐。孵化变成黑蚂蚁起来，起来以后，伊鼻着味，甲伊身躯顶同款。迄、那个红蚂蚁已经改变伊的身份去啊，互伊叫是讲黑蚂蚁。啊，用利用遐个人遐个黑蚂蚁去做工，去甲伊找食物，去甲伊的迄个巢穴啊建设得非常好。安尼一世人，
遐黑蚂蚁永远伫做红蚂蚁的奴隶。我甲你讲，台湾人甲中国人完全共款。今日中国人是毋是伫奴隶台湾人？伊拄仔入台湾的时阵，伊本来是怎介就有甲盟军讲呢？希望台湾陆地的600万人拢总用船甲伊载载转去日本。美国讲600万是免哪载啦？战争拄仔结束的时阵是免哪载？无我都载嘛。所以伊讲反对，不可以。啊，政府嘛规定不可以，所以只有咱留落啊，留落来，以免啊，我甲你讲，中华民国处心积虑要将咱台湾人做成奴隶，做成奴才。安怎讲？足简单的嘛。但是伊用教育，伊即马颠倒头病，伊予咱台湾人穿红衫，变做红蚂蚁。伊本来是红的嘛，伊甲你。拢总叫你穿，安那穿红衫？教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你若甲美国人讲，你是美国人，也是台湾，也是英国人。美国人一定甲你扒落。啊，你美国人就美国人，啊，你英国人。但是奇怪呢，伊甲你讲你是台湾人，啊，你嘛是中国人。大家拢相信啊，课本甲你讲嘛，课本甲你讲的嘛。我是台湾人，啊，也是中国人。尤其你啊，看迄个政治上，蒋经国。伊讲，伊嘛是讲安那，罗贝伊嘛讲啊，他是台湾人。马英九食台湾水，啉啊，做嘛是名台湾人，拢总台湾人就对啦。我甲你讲啊，恁个爱台湾啊，未比中国人搁较爱啦。胡锦涛上个爱台湾啦，敢毋是？你讲你爱台湾，胡锦涛讲我比你较爱，我爱到要派兵去甲你占。所以你啊看吼，你别当讲我爱台湾人，我喜欢台湾，安尼来表示讲。表示讲你是台湾人 ，no， 不是。法律上一定要讲个足清楚的。所以今日台湾人，你去做兵就是去要努力呢。政策法规定，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免做兵，这政策法规定的。你敢捌看到讲美国叫琉球的人去做兵无嘛？美国叫伊拉克的人去做兵无嘛？美国叫阿富汗的人去做兵无嘛？啊，是台湾人爱做兵。伊就伊甲你改变你的身份嘛，伊予你穿甲伊同款的衫嘛，伊用课本甲你教嘛，讲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嘛，啊，煞哩甲你讲，即摆台湾人拢是几啊世代以前为中国煞来，各位，你唔相信，你若今日转去厝，你若有公妈卡麦，你甲拍开甲看麦啊，我甲你保证。上济内底啊，甲头前五代六代就无伊啊啦。我嘛同款呢。阮的祖父写我坐十几代啦。我阿公妈看甲拍开，阮阿公的名有，阮阿祖的名有，阮太祖以上就无伊啊呢。各位，讲无啊就好。我甲我的阿祖，过去哩，无就找无啊呢。所以可见。我的族谱绝对是假的，家己偷加起来，偷加偷前迄道迄部分。咱敢有影真正为中国来？也许有部分是啦，但是实际上呢，咱的台湾人的这个证明，林玛丽医生老早有讲的 DNA 验得足清楚的啊。所以呢，中国今日对咱台湾。有一种人，伊无法度对伊有啥物动作，啥物人，高山族。啊，高山族，伊要哪甲这个高山族要甲消灭，安怎消灭？用语言安怎消灭？你知无？伊甲伊讲吼，高山两个字不好啦，是歧视你的啦。你要用原住民呐。想讲用原住民也叫消灭？你拢想无对不对？我甲你讲，这精心设计。你今天你是原住民啊，我是新住民，合理不？合理啊！过五十年，过一百年，我讲我也是原住民，你是原住民啊，我嘛是原住民，安尼是毋高沙族都无去啊？以后安那，大拢同款。哎，到迄个时阵，高沙族都无去啊。高沙两字是为着来，是日本的天皇做皇太子的时阵，就顶任迄个皇帝啦吼，昭和啦。做皇太子的时候在台湾，看到台湾山真多真高，西方的人讲：“哦，
福尔摩沙形容讲这个土地有够水，啊，日本人嘛，迄个时阵比因较早来呢，伊讲哦，台湾有够水，叫做塔卡萨国高山。台湾这块土地在日本的古早的册里面叫做高山，所以他们来以后，日本的天皇将高山作说这样，你把他叫他什么藩，那是不对，那个是清室，他们是很水准的人，应该叫做高山高山塔卡萨国高山族。现在你看国民党一个礼拜把这些原住民讲完，那些原住民他真的就说我不爱高山，高山是伊讲高山就是高山呐、啊。No， 伊是要消灭高山族，所以叫高山族讲，你说你是原住民，国民这个中国人伊嘛要消灭，因为中国的56个原住民的族，伊嘛遐人嘛是赶快叫做原住民。我跟你讲，免几年呐、啊，遐高山族，遐因的原住民呐、啊，也叫消灭去。台湾人这高山族。爱坚持，你爱用高山。你看高山有它的历史意义，高山有保护台湾的很好历史。高山义勇军，日本时代日本天皇在管的时阵，高山义勇军是全世界拢惊的。你敢看一个电影，巴德克莱，赛德克莱，赛德克巴莱，讲几下摆。你看，我有看一本日本的书，伊写，伊是日本的警察啦。伊写伊的回忆录，伊讲吼，暗时伊起来放尿啦。你知影高山嘛？你放尿吼，伊拢感觉个阿妈棍凉凉。伊高山出多足贵呢。迄表示吼，高山庄吼，伫即个啊做作战方面吼，一流诶。所以到今日呢，经过咱即个民政府以后，即马高山庄才会晓讲。高山族应该变成自治政府，因为高山族本来有土地呀，所以咱那阵民政府变作一个政府，变作台湾政府以后啊，这高山的人啊，是因为照美国的意思，要主动，我们要主动协助高山族啊，变成高山族的自治政府。所以呢，这个高山族自治政府有一点点会像什么？像印第安的自治区感换。所以呢，有真侪包括民进党，包括这个国民党，拢讲要高山族安那自治有啊，拢拢骗的。咱若要让高山自治，就安那，让因有因家己的法律，让因有家己的学校，让因有家己的警察。但是呢，咱整个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所以因家会当用个地方法律、高等法律、最高法律，一定要设置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内底。安尼呢，我们才能够对台湾整个台湾的司法体系来回统一。而不各州每一个州的州长有你们的权利。美国是希望讲建立讲类似于美国的那种州的那种权利，所以州呢，也许会有州的警察、州的法院啊、州的迄个啊，做学校。懂吗？这是后摆啦，啊，这是一个远景啊，讲给各位呢。来理解，咱即个国土等下，咱即个法律的部分。1945年9月7日签名的时阵，代表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和政府的人叫做崇光葵，伊是外交部的部长。你想看卖啊？那阵是日本政府拥有台湾的话，那也就讲叫日本天皇爱派一个代表签字，这可见讲。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是无共款，但是中华民国伫咱台湾的教育的课本，甲你写写《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清朝还讲中国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你是毋是读安尼？对不对？对举手，你读安尼举手，好来手放来。其实这唔对呢，不对呢。你甲看《马关条约》，搁看一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来这块写下，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订合约，两个都是皇帝对皇帝呢，跟我对政府没有呢，
政府是政府呢，皇帝是皇帝呢。所以挂号日本皇帝甲挂号日本政府敢有共款？无共款呢？啊，你想一下就知影。这架车过户给你，恁后生会当敢讲这架车是我的？敢袂使安尼讲？会使无？恁后生敢袂讲迄架车是伊的？会使举手？啊，袂使举手？拢真巧啊！即拢听拢听有啊。后生那会当讲，迄车的迄个行车执照的名就是老爸的名嘛，囝袂当讲迄是伊的嘛。啊，所以同款啊，挂号日本天皇、日本清会当讲啊，台湾是我的，会使无？袂使哩嘛。啊，安那讲，伊是管辖权。老爸讲啊，我这只车给我的后生去使，会使无？会使。天皇嘛同款啊，讲啊，我在这个台湾的政府，我来给你。日本政府来管，但是伊无予日本政府管啊，伊另外任命一个总督，叫做华山之计，第一任的，是1945年四月十七号签，1945年五月八号生效，1945年六月二号颁高挂，非常清楚呢，哦，非常清楚，所以咱读的课本和国民党。甲这中国人，我袂甲你骗。咱若无去发现，我讲咱永远啊，好像中国人甲咱骗，甲咱唔知要安怎才好啦。好佳哉吼，咱已经发现啦。所以，即马过来问题啦。台湾人想要讲要发台独，因为这少年呢，前捌代志以后，就一直讲台独。坦白讲。你讲要台独，嘛小可有理呢。我都要家己来独立呗，要管家己啊。但是你这个台独，因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是一个所在，这个主权属上属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也是。所以，但既然讲这个主权是属日本天皇，啊，你要台独，敢有可能？无可能。美国讲实在话，美国甲咱讲，台独代表战争。拄啊开始，大家拢听无呢？代表战争，还是啥物人要甲咱拍？中国，我讲不是中国啦，中国绝对打不了台湾啦。历史以来到今日为止，中国唔捌拍过台湾啦。你家想看咩？中国捌拍台湾冇？捌无？啊，捌你家去玩看？哎、嗯、呀，啊，就有啊，八二三炮弹啊，拍金门啊，金门甲马祖不是咱的，我讲啊清楚，伊是敢拍中华民国的所在，金门马祖呢？伊敢敢打台湾？唔敢呢？含迄个1966年的迄个飞弹危机啊，打台湾用啥？空包弹。伊那用空包弹，你别去想呢吼。他为什么要用空包弹？因为伊那用实弹啊，等于是宣战。啊，那宣战你干啥啊？美国绝对甲报复。啊，要甲报复偌久就结束，你知道吗？无啦，三秒钟是无影，我甲讲啦，慢三点钟，三分钟计算。你无念，无要相信，对不对？我讲给你听，这个伊拉克伫拍的时阵啊，伊拉克的军队啊，是世界上那伊的陆军啊，是讲前三名啊，前三名的一强啦。是啊，美国甲英国拍入去时阵啊，伊咧一输一输地导航。为什么？因为伊个指挥系统脱去啊，都没有接到命令了。军队若无接到命令，就不能动嘛。啊，所以看到美军只有安啊导航嘛。啊，为什么没有接到命令？因为指挥部已经被歼灭嘛。我跟你讲，那真正中国敢对台湾顶当，美国绝对发动飞弹，将伊的指挥部啊全部一次结束，三分钟就结束了啦。你也许会觉得说天方夜谭，我跟你讲，南斯拉夫的美国大使馆，麦克尔美国轰炸有无？你会记得无？啊，中国啦，中国大使馆麦克尔美国甲轰炸，你会记得无？死三个人而已，一栋大楼，那刚好死三个，
这三个是啥？这三个就是偷摕美国的飞弹的资料，交予中国的。啊，那是这三个，这三个美国用人造卫星甲看到，看到讲伊入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内底，安尼，因三个入去，伫开会，坐咧，飞弹接准，为他们拔一支来，结束，死三个尔。整栋大楼十几个人无代志，干那三个死。中国恼羞成怒，要求学生囡仔去示威，去行街头。我迄当阵伫中国办学校，办大学，我的大学嘛接到命令，我爱去行。哦，动都动袂了，我做当校长，我袂当动学生，讲你不要去呢，拢爱去呢。哦，因为什么也做。这边啊，这四川大学啦，师范大学哦，游行哦，拢一定爱去的哦。但是去吼、哦，迄下晡开始去吼、哦，啊，本来讲第二天吼、哦，要去甲弄迄个美林馆呐、啊。第二天哦，无人要去的，我奇怪呢，啊，为什么不去？我就叫迄个学生囡仔头啦，学生囡仔头拢是中国的官员的高干的子弟啦。迄、那个暗时，伊拢接到美林馆家一个通知啦，一个简讯给伊啦。如果明天你再到街上去被我们拍到相片，你一辈子去不了美国。啊，你要去哇？隔天刚无人去，无人去呢。我跟你讲吼，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顶管迄领导者的囡仔，查某、孙仔，还是啥，拢是美国籍伫美国的啦。全世界干一个国家，什么国家？中国。中国的高干的子弟，拢总是伫美国现主席。即马习近平伫要接位啊，包括胡锦涛、丁这人、温家宝。即个什么话，嗨，无一个人诶，主地无伫美国诶啦，迄是变哪战争？你家己想看卖啊？敢有可能战争？未战呐，但是呢，骗台湾人拄拄啊好尔呢。台湾人呐、啊，惊死，这是不能官家你呢，惊死，爱做官，爱钱。不过咱听人讲啦吼，讲起三点吼，是全世界所有人拢共款啦。我家己本人讲啊，你不爱钱，你日本人你不爱钱，欸，不爱钱，你拢不爱做官，啊，无你选迄个议员要创啥？嗯，爱做官，你袂惊死，伊较袂惊死有影，伊有一个神风特工队，有啊，伊真正较袂惊死啦。我台湾人嘛袂惊死呢，你有啥物证明讲你台湾人袂惊死？欸，阮有一个高沙义勇军呢，阮高沙义勇军拢袂惊死呢。用系安尼你赢我，各位，高沙两字啊，我希望咱个高沙族个人啊，好好的将这个高沙这两字啊，甲保持下来。啊，咱是与勇荣焉呐，因为高沙会当伫台湾存在。台湾人对当存在了，咱来替高沙拍拍手，好冇？所以，伫1945年9月7日签了导航书以外，刷入去6月7日办移交。日本派黄山之际，中国派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叫做李经芳签一个交接台湾这块土地，因为你买土地要给人爱交割嘛。哦，我有这个这间厝给你的时候，我有这个片咯，啊，我有什么物件，爱跟你讲个清楚嘛。同款，国际上嘛同款，拢爱讲。问题是，台湾周边群岛的36个岛内底有没有包括钓鱼台？因为1947年。1895年，A 4月17号签了《马关条约》，但是1895年的1月14号，1月14号
签马关条约头前几个月，大日本帝国宣布，尖阁群岛是无人的土地。我宣布，我 claim， 我主张，这个属我大日本帝国的，并入大日本帝国。1月14号，2月，大清帝国出来反对，伊讲 no， 阮自古以来，阮有渔船渔民，拢有伫尖阁群岛伫休困，迄叫做钓鱼台。伊都无想着讲，1895年4月17日，马关就签了这个物件伫内底啊。但是呢，迄个时阵，日本政府的代表伊讲，我免阁再声明，尖阁群岛是我的，因为我老早伫一月份我已经宣布啊，是无人会倒。所以，当日本人真济咱咧访问的，包括外务省来的时阵，我甲伊讲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啊。我讲恁这足戆的呢！你1月14日你宣布，啊，伊讲伊无要承认，安尼无尊重。我你奈袂讲马关条就硬挂乎我，奈就阁讲其他。所以即摆日本政府伊硬改变伊的讲话，伊要改变。伊讲自1895年起，尖阁群岛就属于我大日本的国土。1895年。1月14号包含在里面，1895年4月17号包含在里面。啊，即马中国知影讲有咱哩个假料嘛，即中国过来佚佗啊，安尼啦，和解啦，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政府共同管理钓鱼台，安尼好唔好？你敢回答啥？人你问日本政府哩？日本政府 ，no， 我的物件甲你共同管理。中国拢来去讨呢，中国吼嘛是甲美国讲呢，安尼啦，台湾哦，我们两个国家共同管理。美国安尼回答 ，no， 台湾不是我的。你无问主人，啊，你问我美国，啊，主人是边人？日本天皇啦，你唔通讲台湾啦，甲天皇甲台湾哪有关系？台湾人哪有主权？你哪有主权？你免缴税啊！这不简单的理论吗？因为你没有主权，你敢有啥物权？使用权尔啦！你有使用权尔呢？你不要搞错呢！所以吼、哦，咱台湾人这方面的常识吼、哦，无真悬呐。你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主权呐、啊。你哪有主权？你台人拢免负责的。这块土地我的啊！我要台人就是台人啊，因为你无主权，你敢有使用权，这是国际法的非常严格的要求。拍摄我拍一个电脑的，会讲会流汗呢，身体不一定健康啊。即摆汗流来吼，等下落去吼，过冷气过床，安怎感冒？不用了，那个不用了。这咱的班长啦，高中尔呢，高二的呢，啊，每拜六到礼拜就来这打工呢，打义务工呢，吼、哦。啊，因妈妈今日嘛，敢那有来吼、哦，这个是陈喜夫啦，大家拍手。做班长做甲足欢喜的，伊讲我唔捌伫校做班长，我来这管足济人诶。更加拍手一摆，阿姨妈妈人讲吼，咱去遐较袂变歹呢，阿咩袂变歹呢？我正看到大家才规矩话吼，所以囡仔吼就是安尼啦，囡仔，对啦，因为吼来是只袂当去外口嘛吼，啊咱大人足规矩的嘛，吼，啊来，讲位边去吼，迄、那个尖阁群岛呢，中国讲甲日本讲，啊无安尼啦。咱来共同管理啦！日本讲你咧笑，我的土地我该共同管理。中国嘛是甲美国讲哦，你甲讲台湾安尼啦，台湾共同管理。No， 拢免讲遐。台湾这块土地到今日为止，中国提袂出来证明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同时讲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啊，是讲自古以来就安那。
拢未通啦。联合国老早伫1950年的12月，叫伊讲你摕出证明来，摕到今日摕袂出来。所以每一摆中国和其他国家要签建交公报的时候，拢改加一句话，叫迄个小国家承认讲，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小国国家让我同意啦，但是大国家没有人同意啦。啊，加拿大讲啊讲啊趣味，台湾不是我的，要叫哪甲你承认讲台湾是你的？您听有意思吧？哈，台湾都不是我的，要叫我甲承认台湾是你的，很奇怪呢。这中国人迄款的思维逻辑哈，足奇怪呢。你也讲啊，台湾甲这个中国的关系，你足清楚，你敢看一张地图？大清帝国的时阵，台湾伊所管的所在是啥物所在？就是敢那一只迄个蚕呐、牛啊啦，就这地啦。你有看吼？这伊的地图嘛，敢那西边六个屯垦区是因汉人有伫这个所在哩耕作呢，右边是高山的土地，因拢无权利。各位，国际法里有规定，殖民地才可以被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被割让，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啦。马关条约里底毛规定讲，要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天皇。啊，辽东半岛是属于清朝的，叫做奉天啦。奉天是啥？就是满洲的迄个本基地啦，没有错。啊，伊本基地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对不对？干嘛这样割让？未使嘛，啊！你渐渐渐扬，伊强迫中国讲，你爱割让，啊！中国嘛，甲签落啊。但是三个国家出来讲 ，no， 根据国际法，意大利、德国、苏联 ，no， 不可以，每当割让啊！所以签了后十天，日本天皇下令过去签一个条约，叫做《辽南群岛》《辽南条约》，将辽东半岛献给中国。清朝啊，台湾呢，因为是拓殖地、殖民地，所以挂会使挂。刚才袂出美国甲西班牙1898年战争，1899年签一个巴黎合约，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赶快，因为是殖民地，所以可以割让。一个例，殖民地割让给对方，也是对方的殖民地。问题来了。啊！你台湾是殖民地，啊，割给日本天皇，啊嘛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呀、啊。啊，现在你上课讲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咪问题在遮啦。日本天皇照国际法去行，所以我告伊，法律是一个全世界拢爱遵守的物件。国际上有国际法，战争有战争法，你都爱照国际法来行。按你讲，我都行出去。咱今日咱台湾要行出去，就是爱叫国际法来行。咱吼，咱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啦。那阵台湾还算是一个民族的话啦，咱很弱小，咱无武器，咱人嘛较细汉，比较怕嘛怕没赢。你看何瑞美国人，遐尼大汉啊，啊我才细汉，我要介绍跑步队怕没赢啊。但我刚好一个所在赢。我的法律常识，我国际法常识比较好，啊，我会当赢。啊，所以呢，咱嘛是甲美国讲，法律是你美国人定的，你爱遵守啊。欸，啊，你拢无替美国讲话呢，要不要遵守？要嘛，对不对？你爱遵守，你家己写的，你家己爱遵守。所以美国嘛是有踢到铁棒了，因为所有法律我甲摕出来好看，伊就点名。啊！即摆美国若要照这个国际法来，你对台湾安怎处理？咱就要去研究嘛。本来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所以伫1937年，日本甲皇民化，甲迄个北海道同款，皇民化了后呢，才将宪法伫这个土地来实施。啊，宪法来实施，那会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万国公法内底规定啦。我甲你讲吼。有一挂很准是伫外口的推阿面，我来读国际法嘞，因为外国公法都无安尼写，袂晓看。我甲你讲吼，
有关渐渐法的部分啊，不是有条文啊。什么叫渐渐法？你这样听我讲渐渐法，渐渐啊，什么叫战争法？战争法不是讲刑法啦、民法啦、什么法啦？有一二三四五六安尼呢？没呢。所以读渐渐法无简单，就是伫这个所在呢。所谓的战争法是严格来讲起来，包括四大部分。第一，海牙第四公约，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第二，日内瓦和平公约，有关渐渐的部分。第三，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第五，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你拿这五项，加熟读，你就知影讲什么法叫做渐渐法。而且你这渐渐法读好以后，你还可以去读一个万国公法，啊，去读一个自然法。你才有法度将这个渐渐法这些物件，加灵活运用伫内底。啊，渐渐法是啥物人写？本来是法国，了德国，到后面是美国写，美国的专家去写。所以吼，既然是你这强的国家写，所以这个渐渐法有伫研究的国家无真济啦。有啥？美国、苏联、法国、德国、英国，这五个大国家拢有伫研究。本来是不毛研究啊，可是伊建树以后，遐拢死了了。所以，我日本的外务省来甲我讲的时候，我甲因讲啊。我讲你日本啊，一挂精英拢死了了，战争失败以后拢自杀，啊，毋是战死就是自杀啦。爱甲讲啊，你台湾呢？我台湾也死了了，228拢台死了了呀。剩我一个款啊，我袂好下袂下老啦，讲笑。所以呢，我迄阵我认真去读这个战争番哦。就是感觉讲，敢若只有这个渐渐法、国际法会当来救台湾。啊，即马看起来敢若对呢，哈啊，所以行的路为2005年，我呢无代无志去选高雄市的啊做市长，毋是要做市长啦。哦啊，所以即马出来讲的时阵哦，有一个网络就学迄个中国话就学袂干嘛呢？啊，你无要选的时阵，那你来出来，你来选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市长，迄腿下面呢？我是在利用他們這個體制裡面要去演講，要去上電視，這樣不才有機會將這個論述跟宣傳出來。說實在啦，67年的教育，咱在這個短短的五六年裡面，今天這麼多人坐在這，有2000多人在受訓，最無我相信咱可以影響幾十萬人，幾十萬的人啊。再來咱的报纸安尼伫顶，我甲你讲，台湾相信啊，有一半以上已经知影讲，啥物是台湾民政府。虽然伊无一定来了解，但是这无伊知影，台湾民政府伊绝对会知影。你讲对不对？对。安尼，咱家己拍破你还啦。但是我安尼讲吼，你今日回去，你拄到遐台湾人，一般台湾人啊，伊还佫未了解，伊还佫甲你讲吼，较有可能遐尼简单。国民党这么简单，啊，你敢有钱？咱无钱。啊，国民党亲像你办的，你就倒安尼，未倒，无钱阁未倒，安尼才厉害，对不对？咱用咱的智慧。先来讲无钱，咱未倒，因为咱有法律，咱有坚强的法律基础伫你后边。你想看卖啊？敢那用想的就好。这间厝犯伊判讲是你的，啊，中央要派10000个警察去甲你包围，有效无？无啊嘛，你的就是你的嘛，法律若判落去，就是爱去执行嘛。啊，这问题来，要怎去执行？台湾人要怎将伫中华民国的手头内底，将咱的政权甲咱摕倒转来？所以你爱记咧，咱台湾民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政府，国际组织承认的政府。咱这个政府要提政权，是要向美苏军事政府提政权。咱甲过了以后，美国开始知影啥？
哦，因为范尼甲讲啊，你要实施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伫国定范尼时阵，国务院律师讲，我们已经有中美共同防疫协定跟台湾关系法可以取代，伊唔敢讲取代旧金山和平条约，伊讲可以让台湾人的人权得到保障。我讲会稍等嘞，稍等嘞。我回信就甲讲，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wn Taiwan 呢 ？own Taiwan 甲台湾人，一部分台湾人呢？啊，我另外一部分啥？马英九就 own Taiwan 啊，在台湾的人啊。所以呢，咱伫明年一月二日，要伫华盛顿邮报要登一个广告，真大片诶。啊，我讲黑色两下，我写 Roger C S Lin。我后壁个刮胡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佫一人写是何瑞恩 ，Richard Husser 个刮胡 ，The People on Taiwan， 何瑞恩佮他抗议啊，因为啊，我怎么是 People on Taiwan？ 我没有错啊，你是本土台湾人啊，你娶的某是本土台湾人，迄是另外一回事啊，啊，你 People on Taiwan 啊，我啊你啊讲啊你为什么要写？我当然要写、啊，我要让马英九知道说他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好像西中国人，卖讲死啦！遐中国人拢知影讲，伊是 people on Taiwan 啊。安尼，我唔只会当将本土台湾人甲中国人跳开，对不对？安尼我有巧无？搁一摆。啊，若无台湾人袂看呢？我即马迄个广告甲顶落吼，一月二日的广告要顶，想来顶一月二日，你敢知啊？开国七月四号啦，与奥巴马一月二十号登基啦，我甲庆贺啦，我甲庆祝。我甲讲，华盛顿邮报唔是讲你要订购个有钱，爱就甲你订呢。华盛顿老高管呢，2006年，即2005年九月二十，我订一个专版嘞，我贴个专版写啥 ？What are you doing？ 你美国在干什么？我要订迄篇吼。要求吃尽苦头呢，过好一样啊！华盛顿邮报哦，派记者给他问呢，你为什么这样写？我就跟他讲啊，我为迄个电视世界人渐渐开始啊，迄个一条一条下，哦，问有一半呢，问起两三个月，我甲答七八摆，啊通过，啊听我顶出来。要求我本来要顶的时阵哦，我伫想讲啊，因为好嘞，你讲讲，哎，这人顶落吼。台湾问题就解决了，哇，那太好了！我无钱，我来买种，我四级去甲朋友吼，哎、欸，你出偌济出偌济，安尼叮叮叮，我甲你讲一个故事互恁听。台湾偌好运呢？本来讲迄当要顶爱9万块美金啦，要到10万啦，结果呢，到最后一日才欠偌着，欠超10块啦，欠2万块美金啦。我已经无法度，我已经讲拜托拜托拜托，哎，提钱去顶着美国报纸，啊，台湾人看未到，对不对？啊，2万块美金无法度要变啊！吼、哦，老天助我们呢！拄啊，迄个时阵啊，我即马讲袂要紧啦，因为几啊年啊，追溯期已经过啊。新闻局啊，嘛是赶快甲迄间公司啊，甲订一个报纸要订啦。是唔是金价多多2万块啦？多含咱7万块加9万块，差2万啦。啊，迄、那个订报纸，迄个公司甲讲啊 ，Roger Roger， 哎、欸，有啦，即摆已经2万块哦，迄、那个钱已经有几摆啊？我想，嗯，啊，可能是某咪人哦，我有讲的人良心收到哦，要甲咱帮忙、啊、汇款来。我啊，赶快，明天就登。哎、啊，明天就马上发稿啊，啊，就订嘛，对不对？啊，订了足欢喜的嘛，哈！哎、欸，过两三礼拜，讲打电话给我啦。伊讲哎 ，Roger， 那个2万块不是你的呢？我哈？啊，报纸订了啊？哦，谁的？新闻局的呢？中华民国新闻局的呢？所以哈、哦，感谢中华民国新闻局，甲拍手。我讲，
我讲哦，这真正哦，这中间有足侪足有趣味的代志。啊，当然啦吼，老板我嘛是，我嘛照常哦，啊，如果轻轻轻，我去轻两万块，两千块哦，你足艰苦的呢。啊，嘛去付钱啊吼，啊，就要顶出来。啊，我甲 Richard 迄何瑞，我讲哎，啊，你别甲讲，若顶出来，中华苹果倒啊，啊，无倒呢，因为记者去问迄个国媒讲吼。因为伫我去个顶报纸个头前个一个月吼，迄、个高宽面嘛去顶一个报纸，高宽面顶迄个报纸写啥吼？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啦。我顶迄报纸，美国国媒一个看，惊着啊！伊但是伊讲一句话，伊讲 no comment， 不予置评啦。但是高宽面迄个改变一中政策吼，哦，美国国媒个写哇，开记者会讲伊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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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时我就知影，我讲对了，我讲了对啦。所以后摆我伫甲美国伫见的时阵吼，伊每一摆我若甲见，伊若讲 no comment， 我就知影正确了，赶快继续再走。每一摆伊若讲 no comment， 伊就我就继续阁行，安尼我是对啊。安尼伫遐行行到今日来，伊只有承认咱台湾民政府，哎，好唔好啊？啊，你拍手啊！后来报道一个定论。这边要甲订迄个一月二十一号，《华盛顿邮报》编辑部讲，你要登什么？我说 you， 就你必须做这个，这你必须执行这件事了。在美国要甲订报纸，因为我边仔过甲放迄奥巴马的相片，就是讲哦，奥巴马你要做这个事了。《华盛顿邮报》伊嘛惊呢，因为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我讲安尼，我伫2005年9月20号，我就迄个稿传互，互因看。我伫恁个报纸顶啦，看看我甲你讲，所有的《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啊，对我们台湾人表示无比的同情。啊，恁台湾人是安尼哦？我是啊，阮台湾人互中国人做奴隶。啊，做足久啊！阮做黑蚂蚁做有够久啊！阮是台湾人，是中国人的黑奴共款啊！讲到黑奴吼、哦，是去叫美国人呢。不过吼、哦，咱的何瑞英甲我讲一句话，伊讲 Ray Roger， 现在已经没有黑奴了，但是我现在变成你的白奴。我没有把你当奴隶啦，啊！但是我是黑蚂蚁啊！啊、哦，中国人逼我穿红衫变成红蚂蚁啊！各位，咱不是红蚂蚁啊，对不对？所以咱的中国人迄件衫爱甲脱掉啦，对不对啊？对。所以今日为止，你若回去，看到中华民国两字，看到台湾，一定爱甲跳开。你若跳未开，你这三天来这家受训拢白烧。白白的上课了，所以报纸呢写一个中华民国安怎安怎，拜托你把中华民国气给提起来，落底下来这台湾先给放来看麦啊。啊，那写台湾，你就给提出来，中华民国放来看麦啊。你就发言讲啊，你今日开始你会看报纸了啦，恭喜哦，各位啊。啊，那无以前你不要看报纸呢，真正不要看呢，所以你看伊在乱。现在是社会真乱，是非不分，原因拢伫倒。台湾地位没有正常化了，台湾地位若正常化以后啊，就袂乱啊啦。台湾人自己执政，中国人不能干预。中国人一旦伫遐做拘留，一旦伫遐拘留，咱就发给他绿卡。这个美国同款啊！你去住美国的时阵，拄啊开始变做美国的公民啊呐，爱有绿卡对不对？同款，中国人要来会使，先有居留权，居留权以后我甲你考试，你也要讲台语，你不要讲台语，你要讲我台湾人，笑死人呢！也要讲台语以后呐，爱考试，我要甲考讲，1945年谁轰炸台湾？伊若好胆大，甲我讲日本，我讲一辈子不让他当台湾人，好不好啊？所以，咱的公民权利法案是伫即款的情形之下，照美国国务院的意思，照美国国防部的意思，咱修订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就是总理，你甲恁讲，迄当阵敢若十个人尔，拄仔开始十个人，迄阵大家拢吼，讲到安尼吼，安尼真欢喜吼，啊拢真唔惊死，其实吼，未死啦，死是咱家己去惊的啦。其实我从头到尾啊，我的心内底啊非常清楚，惊这条路绝对未死，绝对足安全的。是安怎讲？叫法律来啊！西安来讲啊，奥巴马讲啊，迄、那个野田讲啊，印度的总理讲啊，全世界总理拢讲啊，叫国际法来。你不要自己创造，台湾人就爱啥自己创造，啊就自己解释，啊那讲不通的，就家己去想一个物件来自我解释。例如，哦，总统选举啊，民主选举了。台湾逐渐演变为民主国家，安尼敢对？全世界有这款例吗？自然演变为民主独立的国家，因为总统选举，各位，总统选举，迄是选什么总统？中华民国总统呢？你什么人？你唔敢讲？你什么人？日本台湾人啦、啊。啊！日本台湾人，你选中华民国总统，你不会很觉得很奇怪吗？迄当阵美国甲你轰炸，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你即摆你选伊的总统，所以你讲中华民国总统，啊！你讲报纸，哪些台湾总统迄种唔对呢？中华民国总统，你过去你选的。你过去你行的路，他咪讲我那首先我敢干嘛真见笑，我以前甲各位同款啊，我充满了热情，希望台湾一旦管家己，但我的热情永远就是碰到冷屁股。马英九的内阁内底是咪六七成拢是中国人，因遐人知影、啊，他们很清楚啊，我是占领者啊，我占领台湾呐、啊，我当然用中国人来当占领者啊。你是去我占领的啊！无怪蒋介石在1945年甲美国讲要600万的台湾人拢要甲载去日本，伊讲因是日本人，迄不难怪啊！但台湾人袂去研究啊！啊，酷的就是黄朝钦，讲我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为着这句话啊，甲今日啊，还佫记伫美国国务院内底啊，好甲咱咱过。是2006年诶10月24号，我们台湾民政府代表台湾人控告美国以后，美国才开始精神讲：哦，台湾原来还阁一阵人，自认为讲伊是本土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安尼好，阮诶政权要幸福，即个本土台湾人是安尼。所以我会当甲各位讲，两年内底上满两年，上近一年，台湾民主一定接着政权。当然啦，要叫你建权，我真烦恼啦。总理较袂烦恼啦，但是我甲总理讲吼，接着建权都拢你的代志啊。我们要分工合作，所以接着建权，国会安啦，爱有人来做公务人员。当年1945年，单于传了1000名的公务人员来台湾做官，迄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迄就是。军政府啦，民政府啦，迄叫做中国的民政府啦，先入来是台湾，后尾这个民政府嘛爱交这个政权给咱本土台湾人啦，伊无做，伊来以后啊，才甲你这个台湾人讲哦，哦，你是中国人哦，但是骨子里面啊，是用伊家己的中国人，台湾人，给你做奴隶，给你去打拼去做工，给你去做兵，啊，你做工，你交税金给伊。你就是该饲啊，咱就你甲饲因啦，因饲因中国人啊。我是因为这个公开演讲吼，较歹讲去去开会，歹势。好啦，但是我甲你讲吼，尤其我上届去的一下，中华民国明明就是多难流亡来自台湾，遐人变成讲台湾的大功臣，保卫台湾。各位啊，
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国的军人来保卫过啦。保卫台湾的是什么人？是美国地区舰队啦。啊，伊伫保卫，啊，美国人伫做工，啊，遐中国人来台湾，讲伊变做农民，咱来起农民之家给伊，啊，起一个眷区给伊，眷村出来搁起厝。西藏的流氓政府伫印度德兰沙拉，是美国甲替伊付租金，啊，你中国人流亡伫台湾，敢有付租金给咱？无呢？你无付租金无要紧哦，伊就安那，就搁经济起起呢，起个厝拢免轮免换呢。伫民生西路一片什么新村，什么新村，空军什么村，什么外国村一堆，迄拢是啥？但这种空呢？但是虽然是空，每一间厝拢有人呢。你啊看伊个迄个户籍成本内底拢有人呢，哎呀，拢伫对，拢等于伫中国呢。咱第二个饲到今，还佫伫饲。因看病是免钱的呢，咱看病都爱家己立钱，上无爱立挂号费呢。中国人敢有立挂号费？无呢。荣总是免钱的呢，领药是烫海的呢。本来讲慢性病领两个月，即马佫改改三个月啦，看会夭寿无？伊看病领三个月是去饲中国呢？台湾的健保哪会袂倒？你偌敖，哪会袂倒？一天，每年都咧去啊！你敢知影中国人若要去看病，毋免交挂号费呢？荣总呢？民进党执政，荣总改名，改做老人病院，好不好？好。哎、欸，少年无拍破呢。因为伊还袂老啦吼，我甲你讲吼，老人年金，民政府执政，我甲你保证，800块美金甲1200块美金绝对实施，好不好？啊，这是对我较好啦吼，因为我虽然还袂65岁，啊紧啊，遐中国人伫台湾呢，身份证顶发，拢总做居民。居民未当有选举权，无权利做公务人员，哎，本土台湾人才有这个被选举的权利，这一定要甲做到。那你当然啦，养老金吼，我看咧养老金我都收起。你知影迄个因遐中华民国遐将官有几个人，很主席。2908个人啊，现主席现任的要有300几个，要到400个啦。唔捌作战，将军比人较济。他们没有作战呢，唔捌作战呢，但将军啊比上较济呢。你看到未受气吗？你本来都唔知影对唔对？啊！你即马知影啊？你袂受气吗？啊！你无法度伊个，咱是黑蚂蚁嘛，但是去互穿起啊红衫穿落嘛，敢若变作红蚂蚁，敢若变作中国人嘛？哎、啊，甲你讲，你中国你怎样？你们都打赢哈、啊，你也去做工啊哈？啊，做工了，啊，去我将迄个食物摕来互我食呢？够伊，唔是讲。咱若每一摆讲到这吼、個，中国媒体就甲你讲啊，挑拨族群啊，足奇怪，85%的台湾人伫挑拨族群，啊，伊15%的人徛伫咱个头壳顶，安尼伊拢无要紧，安尼没有挑拨族群，啊，你是安那台湾人饭桶，85%的人爱互你管，我来甲各位讲个，马英九袂晓读册啊。莫怪经济学人的报纸甲写笨蛋马英九，我倒着讲啊，迄乌歪啦！我咧读建中的时候，我就知影，他是大笨蛋，我无一片。中国人伊即马我开始这做一样的历史呢，何下中国的高中生来咱家呢，爱开始培养呢，嘛何位建中开始读起呢？
是把我保送台大，是把我中山前线去回美国，回来跟你说，哇，这人很优秀的。我常跟你说一句话，今天国民党如果拿一粒石头，跟你说这个石头比什么人更强，我们来选这个石头来做总统好不好？国民党大家好好好，不好意思，台湾人也好好好，石头动算了，你不相信？我你知道他们那些老外怎么选举吗？你选举的时候，因为我曾做过有一年那个末代国大选举，你不知道记得吗？我怎么动算了？不过呢，我先说清楚，要修宪前的三天我辞职。300个末代国大里面唯一没领他中华民国的钱的是我林某某林志仁，我不敢念。那当中国民大会秘书处一直打电话，林代表，你不领钱，我们会很困扰呢。我是真奇怪啊，我领钱也很困扰，我随便你处理了，反正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你做你看你要怎麼处理。所以，到要修宪的前三天，我辞职。那当中有一个代志。有一个党，伊名呢，伊叫做中国民众党啦。伊抽签的时阵抽到三号啦。啊，中国国民党是为后壁上的，我第三个啦，刚第十三号的党啦。选举的时阵公布，这叫中国民众中国民进党民众党哈，有三席啦，对，足侪人投好一票啦。我都想无呢，这动作听都冇听过，啊有三席，落尾我恍然大悟，因为为正边上来第三个叫做中国国民党，伊遐老欧啊，伫投票，伊就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伊就改改，改第三个就对了啊！改第三个，哎、啊，就无管头尾啊！第三个甲等落，第三个甲等落，啊，人伊就三色了，这是真正代志，毋是假呢。所以你也看吼、哦，是这种的制度，中华民国这款制度，你要选举，要选赢伊，所以推下面的民进党啦，我甲你讲，你绝对选袂赢伊啦。啊，但是咱民进党要继续选。我安尼搁伫骂吼，即马网络吼，即有足侪人看看吼，替民进党打不平啦。伊讲我拢伫骂民进党啦，其实我毋是伫骂民进党啦。我讲你民进党，你的党章第一条若肯改，我嘛甲你支持。民进党党章第一条啥物物件？伊讲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咱叫做中华民国，你敢有看到伊民进党的党章无嘛？你无看到民进党，当然你就转给伊嘛，对不对？啊，其实伊甲你讲，啊，你也转给我，你家己欢喜甘愿的啊。你无甲读伊的民进党当中是啥物物件？伊讲咱叫做中华民国，各位，咱是不是中华民国？绝对唔是嘛。啊，你既然是中华民国，就是表示讲，伊若甲写讲中华民国民进党，你会转给伊无？你会转给伊，你举手我看。啊，不爱转给伊，举手我看。免计啊，到选举恁就搁转互伊啊啦。哎呀，后摆无选举，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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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伫安尼讲的意思就是对呢。台湾人真故意嘛，啊，伊就本土台湾人，所以咱支持嘛。啊，你无支持，要支持中国国民党嘛？因为中国国民党看着咱中国两字歪嘛。啊！你无想我后壁变一个中华民国民进党啊！中华民国民进党简称中国民进党啊！有解决无？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迄当阵李登辉去跟人谈判，我有参加呢。因为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啊，然后中华民国再改名字作为中国啊，三阶段啊，你看有要求无？完全。那因中国人是真正会安尼做呢？啊，咱无代无志，叫牵死。
你要砍死无？这细声呢吼，敢若有人卖款啊？卖无？对啦，无啊，怎么人卖？笑诶！所以今日民进党伊奈讲要继续选，伊就三十块啦。什么叫为着三十块？就一票三十块，啊，政党五十块。我甲美国讲，伊中华民国有这种个制度，美国大开始不爱相信呢，因为他有迄落代志。我讲你甲看，你去调查，有调无调？那超过5%，拢有30块通领。足济人爱参加这个选举，就有30块通领呢。啊，政党有5%呢，50块呢。所以你甲看，蔡英文，伊选调，伊选这个中华民国总统。609万票，30块有1亿8000几万。台联摕100几万票，内底安怎？50块，一年，伊是4年拢给伊呢，一年5000几万呢。那也不算，足不爱算的。我跟你讲，啊，推的是啥？台湾人啊，你有推无？唔敢讲呢。推啦，真正推啦。照道理来讲，我伫想讲，若台湾民众后摆要选举，爱安怎创？若真正选选众议员呐，应该你去订票的，拢有行路工。订票，政府啥物500块给你，按得着对不对？对。啊，不爱派出所是不爱领的款哦。我讲笑啦。不过我是感觉讲吼，去选的人应该可以行路工，啊，但是你选伊的人，迄、那个人当选还是无当选，你袂当可以30块，因为选公职人员是要替民服务的，唔是要来赚钱的，台湾拢无共款，要赚钱的去选，要贪污的去选，所以你若看吼，第一你选举。大部分拢乌道啦，一半以上啦，是安怎？乌道开始嘛，我若要赚到，一定要选调嘛。我予里长100万，里长伯啊，你这个你，我若要选，你也发100票，还是几票？啊，若无，我叫兄弟来找你哦。这款话你敢毋捌听过吗？真多嘛，是安怎？全体你选举，民进党袂调，国民党拢会调，因为全体你选是伊大量买票嘛。啊，地方的那补选拢是民进党调啥嘛，伊无多买嘛。所以哈、哦，咱定定甲民进党讲，你如果不修改党章啊，即摆嘛无多呢。民进党即摆谢长廷去中共呢，竟然讲伊祭祖啦。啊，去祭祖官啊，泪流满面啊！啊，即马伊发言说，不是泪流满面啦、啊，是迄个烟啊，去甲伊熏的眼泪拼命流啦、啊。你讲伊，你捌互迄个烟熏到泪流满面的有哦？举手看看，你有啊？泪流满面呢、欸？啊，伊毋是中国人啊，啊嘛，毋是台湾人啊。我爸爸墨西哥是墨西哥。哦，墨西哥拢泪流满面啊！各位。你若去甲指责伊吼，伊会甲你应一句话啦：谁叫你选我？谁叫你选你？我老早伫中将来，你就甲恁教甲真清楚啊！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甲你要选伊个？啊，选伊是啥？代表啥？万民支持嘛！啊，你看恁台湾人有戆无？所以，伫去年的忘年会，我宣布讲，马英九会赢80万票。我相信啊，迄天我宣布吼，才5分之4吼，拢讲我黑白讲啦，甚至会受气呢。啊，你无选吼民进党，你要选吼谁啊？结果票掉出来，输偌济，80万。唔是我搞。CIA 甲我讲诶，甲我讲3次，
到明仔载12月30日，我要宣布，我搁甲问一摆。我讲，你不要开我玩笑哦。我若宣布了，伊家的那无影，台湾民进党倒戈哦。以后你宣布好了，我宣布了，迄阵嘛是本人来，拢无相信呢。我今日去民进党诶，这个中央党部，他们充满了欢乐呢，一定会调的呢。我奇怪呢，都 CI 就安尼甲我讲啊，无干咪 CI 情报错误，情报错误，那奇怪，每一摆 CI 来甲我讲的每一项代志拢总丢呢。以前2006年的。迄个选举的时阵呐，2004年的选举的时阵呐 ，CIA 讲陈水扁会赢3万票，结果票开出来的26000票，足准的呢。每一摆伊若先讲的，拢非常的准，因为安怎 ，CIA 伫全台湾有2000名，所以你讲吼。有真代志，你讲我做无人知影，未无人知影啦。尤其是政治上，我感觉美国已经伫甲你观察你台湾，甚至嘛观察咱台湾民众观察足久诶。伊看你台湾伫遮伫做，台湾人伫做诶工课是对还是毋对？有没有违反美国的利益？我甲美国讲。我台湾民政府要维护2个利益，第一，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同时要维护我台湾人的利益，你讲对不对？啊，维护美国的利益是什么物件？很简单嘛，我愿意将台湾的基地租给你美国，你也拿钱，安尼对不对？加细声，加细声，美国不爱拿钱，我跟你讲。你要18岁要来厝啊！你歪拍手，很奇怪呢。没维护台湾人的利益，我们不买武器。当然，他们讲了哈，又甲我讲，Roger， 你妈卖讲不买武器，我不买不表示你不要买啊。没维护台湾的安全，你美国买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1952年。到今日去迄个军购吼，遐是爱行咱啦，对不对？对。美国讲，我要行，你中华民国贪污去啊，贪污的钱爱省。渐进犯没有时效原则，国较久都爱追查，所以你免烦恼啦。即马吼，我嘛知影，伫外口国民党的核心嘛，你甲恁咬卡；民进党嘛，你甲恁咬卡。伊讲你安尼啦，你若台湾民政府成立，我民进党免选举，免选举我就无钱好摕啊。到底是民进党摕钱较要紧，还是台湾民政府看恁执政较好？当然民政府执政，但是我甲你讲，咱毋免选举。41万的身份证通过，4000名的公务人员训练了好，美国讲行李健全，你有满意无？所以。今日咱这节课上煞了后呢，咱还阁有后礼拜会过去办，然后你若有时间，你也来上。而且公务人员的培训呢，应该爱来。啊，同时呢，12月20日到12月24日5天4晚，咱的团台湾民政府内阁要阁再去拜，去靖国神社，啊，要去甲日本天皇接收。这摆要甲日本天皇接收。要较紧，国家一半个日本天皇要求，我台湾要自治，我要家己要来自治。咱未变做台湾国，咱未会真有可能会变做台湾自治，安尼呢？迄国，迄字有讲无讲拢不要紧。啊，当然头前是大日本台湾，这是真真 正正的台湾地位。因为过去国民党甲你讲，日本侵占台湾。这切就是偷地嘛，啊！听人讲日本偷地，台湾当然真受气嘛。当然，无形中对日本会很反感。但是我唔是讲今日台湾要交予日本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台湾已经无法度交予日本啦，就是讲无法度交予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嘛，未直接来甲你管，是你台湾人家己爱管咱家己台湾啦。
咱来做主持国好唔好啊？所以，台湾民政府为2006年到今日，已经行六年啊。那这种的速度啊，美国是非常的恶咯。咱行了算真紧，本来啊，一直想讲，恁台湾人已经6-7年的教育，敢有可能即马学倒过来？在座就是证明嘛。咱已经43届啊。已经是43届了，每一届拢请遮济人。12月初8到初9，咱的乌行部队要集训。这乌行部队是要创啥？就是咱后摆要接管所有的警察单位，派入警察单位内底，会当来做类似于军队内底叫做政战。啊，若是警察内底。咱会给他付一个名，咱无定这是给变作督察，职位是伫局长的下骹，但是有权力管着局长。如果警察的局长不听命令，有权力当场撤换，马上让副局长上来。你免烦恼讲咱无多接啦。到迄个时阵，所有的经济权伫咱台湾民政府手头。你若歪了薪水的，会当你马上离开。我跟你讲啊，今日台湾人唔敢加入台湾民政府，的其中的理由就是讲，我加入台湾民政府，唔知危险无？各位，若要危险，老早我，咱的在咱的现主席在内阁，咱的在国际的头，拢总已经危险了。六年啊呢，那拢无人来跟咱当，为什么？甚至 USMG 的车牌到处在走，都没事情。为什么？你要用头壳去想。因为我在这里上课，我希望说各位原来要用头壳去上课，不是你只要坐在这里听听的，就刷去了。不是。你上课以外，一定要看书。我说过几十次，新台湾论，我不是说一定要叫你去买一本书，在那本书你如果看看，你就有法度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如果今天回去，你要去台湾民政会官方网站，要去注册。各位，再说一次，你要去注册，所有的人都要注册。我们训练2000几个，但是今天注册的人才1299个，那是不对的。1299个人注册，所有的人都要去注册，你只打说你第几期，你什么人？这个台湾民政委的官网啊，大家也要用啦。我跟你说，最近啊，咱的顶头上司啊，发了就所有的中央委员啊，常务委员啊，拢总一人一只手提的 iPad 之类的电脑。为什么？因为以后是一个电脑的世界。你若要做民政的官员，你爱会晓电脑。你讲啊，电脑有足歹学的无？未，足简单嘞。你若100块，你拢会晓。100块要创啥？学些你的后生还是查某囝？因拢足够用的。你家讲来，是假小假嘞？100块你有啊无？有会举手？100块有啊？无啦，啊，100块太少，不要啊！哎呦，恁的后生拢足好个呢，我的孙啊，拢100块都卖啊呢。好啦，100块卖，200块卖无？啊不哎，啊1000块卖无？不哎，啊你看嘛，咱的身份证申请1000块有够俗个，1000块卖好囡仔都无哎，你看，啊一根枪有够俗无？有无？有嘛吼？啊你1000块无？哎、欸，阿伯申请身份证，举手玩看麦。阿伯申请身份证，好，手放下，啊，开始申请啦。啊，你要做官员，阁歹申请，啊，人时候叫你讲身份证摕出来，你摕袂出来。迄、那个身份证已经有效呢，到处有效呢。我甲你讲啦，若有身份证诶，后摆台湾民政府会发行正台币。1993
1949年的时阵，6月15日啊，中华民国发行1元的新台币，甲咱换40000元，你会记无？我要甲报复啦！我用报复2亿把紧啦！我要甲伊安怎？即摆要甲换40000啦，换咱1元啦，正台币啦！啊，若无身份证的，我甲伊当作中国人，40000换1元；啊，若咱有身份证的，1元正台币换1元的美金啦，安好无？好，拍手。你不要以为我在讲开玩笑的话，我一定做到。我那去当中要搁伫咧啦，啊，我若无伫咧，咱的总理若有伫咧，还是咱的议长有伫咧，会一定会做。咱来给因两个答应，你看啦。议长，你讲好唔好？哦，支持你看啊。所以，啊，总理敢有伫咧？哦，总理伫楼下，各位。但民政府还有很多措施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要让我那个做议长来讲那个结业事。啊，等下一定要去翕相，非常的重要。来，今天的课到这，多谢各位，谢谢。谢谢Kelly。Kelly，各位请坐。哎，不要离开，不要离开，马上闭幕。